郭富城早前翻上大陆拍戏，而他老婆方媛就带两个女儿飞上海。当大家都以为他会同老公相聚的时候，成成生日就只是放了旧合照出来，似乎没一起庆祝啦。最近方媛就在社交网度分享他八月的暑假生活，晒了三母女合照。原来他同两个女儿去了乐园玩，在相入面见到就来四岁的大宝 Chantel 比妹妹高了成半个头，又适合妈咪摆出钉子脚影相，大个了好多。网民都留言他之后都一定是一个高挑靓女，见到他们又去动物园又去草地玩，非常惬意啊。方媛还透露他带了妈咪去电发，网友都大赞他非常孝顺。